我们来看看领航员的大好消息。虽然卢俊祥仍替补上场，但卢的手感回温啦，这将大大有利原季后赛。看一下关达佑的推进，给到底线，这是完全空档的卢俊祥，这边兑现这个三分球。哇，现在卢俊祥掩护的绕出来接球，这是一个乱了之后发生的失误。来看一下前面，这边变成领航员人数上面的优势，挑战篮筐。摆脱防守者，俊祥到篮底下抛进两分。卢俊祥左边底角三分球，还在外围找机会，背后运球，卢俊祥连跨步进来，用左手上篮得分。这些洋将在肢体上的接触，我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。卢俊祥今天手感回温喽。卢俊祥在当年今天是打得很秀啊，来看一下，再来一个三分，单场得分来到25分。你觉得卢俊祥恢复得如何呢？欢迎留言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